吃饭。阳了，阳了好几夜，好几天都没吃饭了，声音还不对。吃啥？那个一块九毛九啊，一块九毛九，多少钱？一块九毛九。七块、啊？一块九毛九。一块九毛九。嗯。他们就找的这个品种不一样，但是书籍那个广泛。这又是咋的？不然又是六块钱。六块钱一斤？六斤。啊？六斤。这又是啥？我没了。生菜。三十斤。你们都阳了没有？现在鼻子还难受呢。